亲爱的各位同学，尊敬的各位家长，大家好，我是学而思的古云正老师，欢迎来到古老师课堂。来，咱看一下今天咱要讲点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来看一把叫小人出几何重点考察内容，常用结论总结，简单的相似知识，还有勾股定理等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跟大家以前说过了，在咱几何里面主要有三大部分，对不对？第一块平面几何是吧，它有直线型和曲线型的吧，对不对？第二块是不是叫立体几何？就这么三块。我跟大家说过了，就直线型的一般考的比较难，也是考试的重点，是吧？曲线型、立体型简单，考的不难，是这意思吧？今天咱就学一下直线型面积问题。你看，讲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叫简单的相似知识，第二个叫什么呀？勾股定理，对不对？看一把，咱今天的重点叫沙漏与金字塔。有的老师怎么又弄出沙漏来了？你要计时吗？那也是古人的计时方式啊，对吧？现代人都用表啊。哎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沙漏只是一个形状的一个代称，金字塔也是。咱不去非去埃及研究一下金字塔，咱不干这个活，能明白吧？咱讲两个知识点，来看一把啊。这是相似里面的两种形式，怎么叫两种形式？你看我给你画个图，看一把啊，一个伟大的作品就要诞生了。在这画一个，有点像金字塔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的老师，这个像啥金字塔？就一个破三角，给点面子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如果这根线和这根线平行的话，那这个小三角形和这个大三角形是不是就长得一模一样？是。只不过个头有点不一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常给大家举例子，在电脑上找一幅你自己的照片，是吧？你按着 Shift。就锁定横宽比了吧，你这么一拖，那个照片是不是就变大了，对吧？哦，那个大的照片和那个小的照片是不是应该长得一模一样？一样，对吧？就是个头不一样，你想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时候这就像那个小照片一样，这个是不是就像那个大照片一样？它俩长得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个头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你想明白一个道理，那个大照片的脑袋是那个小照片脑袋的几倍，那个大照片的腿是不是就应该是小照片腿的几倍啊？嗯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对了，这个比例关系是不变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在数学里面叫相似，也就是说这个小三角形和这个大三角形是相似的。什么叫相似？我再啰嗦一遍，模样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大小不一样，仅此而已，对不对？能明白吗？能。只要有相似的地方就有两句话，第一句话叫相似比相等。什么叫相似比相等？来看一把，对于这个图来说，我给标一下，这叫 A， 这叫 B， 这叫 C， 这叫 D， 这叫 E， 能想明白吧？你仔细研究一下 ，ADE 长得和 ABC 一样，那 AD 占 AB 的几分之几 ？AE 是不是就占 AC 的几分之几啊？是。DE 是不是就占 BC 的几分之几啊？嗯。这就相当于小脑瓜是大脑瓜的几分之几，小腿就是大腿的几分之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小照片的胳膊是不是就是大照片胳膊的几分之几啊？对。能想懂这个理儿吗？能。所以咱出来的结论是什么？是 AD 比上 AB， 是不是应该等于 AE 比上谁呀 ？AC。对的，等于谁比谁呀 ？DE 比上 BC， 对吧？能想明白这个理儿吧？能。在一条直线上 ，AD 比 AB 等于 AE 比 AC 等于 DE 比 BC， 对不对？能听懂吗？能。这句话叫相似比相等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一句啊。你说这儿做个小高，这儿做个大高，小高和大高的比是不是也等于那个比呀、啊？嗯，可能是对，是不对呀、啊？可能是。哎，没问题啊，不是可能是一定是，对不对？你就想嘛，这个小照片，比如说占这个大照片的一半，就是这儿占这个的一半，这个占这个的一半，这个占这个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想，这个小孩的心脏是不是也占这个大孩心脏的一半啊？虽然你看不见，它确实应该占一半，对不对？哦。能想明白这个理儿吗？能。哎，这个小高也占大高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这叫相似比相等，一旦这两个三角形确立关系了，第一，咱俩相似，是吧？嗯。第二，咱俩的相似比是一比二，我这个是你这个的一半，我这个是你这个的一半，我这个是你这个的一半，这里面对应的一切东西都是这里面对应一切东西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对。想明白这个理了吗？嗯。第一句话叫相似比相等，记住这五个字了吗？记住了。哎，看下一句话，你说这个小面积是这个大面积的几分之一？万一这儿真是终点的话？注意啊，如果这个数，如果这是终点 ，BC 是不是第一的两倍？是。所以这个大底是不是小底的两倍？是。那这个大高呢？是这个小高的几倍？两倍。那底乘高除二，我的底是你的两倍，我的高也是你的两倍，我是不是就是你的四倍了？是四倍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如果相似比等于一比二的话，你发现面积比是不是等一比四？嗯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时候出来一句话叫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。平方，平方，对对对对，很聪明啊。第一句话叫相似比相等，第二句话是不是叫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？是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这叫金字塔，长得有点像金字塔，对不对？还有个叫什么呀？应该
沙漏，你看我这么一画，随便画一根线，这是不是就像一个沙漏一样，对吧？嗯。古代计时的时候，这儿放一把沙子往下漏，漏到什么时候，他就大概知道是几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沙漏，你看这个时候，如果这根线和正线平行，这俩三星是不是长得也算一模一样？嗯，对吧？一样，只不过一个来了个倒立，一个正着，是不是？能想懂这个理儿吧？嗯。他俩既然一样，比如说这个叫 A， 这个叫 B， 这个叫 O， 这个叫 C， 这个叫 D， 一样的道理，在这条直线上 ，OA 比 OD 是不是等于这条直线上 OB 比 OC？ 是，对吧？是不是也等于 AB 比 CD 啊？等于。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？这叫相似比相等，对不对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比如说 AB 比上 CD 等于一比二，就是这个是一半，这个是它的两倍，对吧？嗯。如果是一比二的话，这个面积和这个面积是几比几的关系？一比四，对不对？这叫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。比如说，这个比这个等二比三，那咋办？它比它等几比几？四比九，对不对？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今天咱就研究这点事儿，好不好？来，咱看一道例题啊。当然还得学个固定有一会儿，是吧？这是后话，一会儿咱再说。你看例一啊，图中 ABCD 是边长是12厘米的什么东西啊？正方形。正方形，对吧？告诉你 ABCD 是一个正方形，对吧？能明白吧？嗯。往后看啊，他说从 G 到正方形顶点 CD 连成一个三角形， G 到 C 到 D 这么一连，是不是 CDG 出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同学老师跟你一样啊，确实跟我一样，是吧？哎，不过我不算高高，是吧？我算瘦瘦啊。看着啊，已知这个三角形在 AB 边上截得 EF 的长度是四，是不是 EF 是四？嗯，我标上来，一会儿省得我忘了。这是四，这儿我是不是还知道是十二？对，对吧？没等把这个题读完，我灵机一动，有同学老师你灵压一动吧，你还灵机一动是吧？我发现这是四，这是十二，哎，这儿有个什么东西，你看看，相似。哎，对，这有个金字塔那个类型的相似，哦、对不对？那这是四，这是十二，你看。这个小腿儿比这个大腿儿是几比几？1:3。那这儿比这儿是不是也应该是1:3？是。那这个小边比上这个大边是不是还应该是1:3？对。那这个小高比上这个大高是不是还应该是1:3？没错。哇，到这儿为止我豁然开朗，是不是？有同学你豁什么豁？豁来豁去你也没做出来啊，对吧？确实还没做出来，但我不着急。你看，我把这个图拿出来看看，因为我这个人容易眼花缭乱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相当于那个 D 点，对吧？我把这个图拿出来。这个相当于那个 C 点，这是不是 C？ 对，能明白吗？嗯，这是不是大概有个 EF 呢？这是 E， 这是 F， 对不对？能想懂这个理儿吧？嗯。再接下来，他说了，这比这是1:3，那我这么一画，这是小高对吧？这是不是大高？嗯。那这个小高比上这个大高，是不是也应该是1:3？是。那我如果把这看成一份，整个是不是应该是三份？三份。整个是三份，那这应该是几份？两份。两份，对不对？能想明白吗？能。宇东老师，你有毛病啊！为什么非得冲着高下手啊？哎，不是我有毛病哈、啊，这个比这个是1:3，但这个是多少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多少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这个是多少你是不是也不知道？嗯。一样的道理，这个比这个是1:3，这儿是多少？这儿是多少？整个是多少？你是不是都不知道？知道。但是这个高比上这个高是1:3，好歹我知道这儿对吧？这是几啊、嗯？这个东西下来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子的？是。对吧？就相当于这个小高。比上这个大高，这个小家伙比上这个大家伙，是不是等于1:3？是。这儿我是不是知道的呀？这是几啊？12。所以这个两份是不是12？是。两份是12，一份多少？6。一份是6的话，那整个这个高是不是3份啊？是。整个这个高是多少？9。哎，两份是12，一份是6，对吧？一份是6，它是3份。哦、多少？哦，18。18。它是18的话就好办了。那你是不是知道这个东西是18了呀？对对，是不是？当这个东西是18的时候，这个题问你什么呀？有的老师，你瞎闹吗？你哭了半天都不知道谁死了是吧？你求了半天，你都不知道人让你求啥？我看看让我求啥到底想。那么三角形 GDC 的面积是多少？对不对 ？GDC 在哪儿呢？出来 ，GDC 在这儿呢，对吧？对。求一个三角形的面积，最原始的、最粗暴的方法怎么求？底乘以高乘以二。底乘高除二，底知道吗？12。高呢？18。答案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12×18除2，爱等多少等多少，对不对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个题啊，被我啰了一把嗦，说了半天就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搞定了。注意啊，因为 EF 比上 CD 等1:3，对吧？所以这儿比这个大高是不是等1:3？对。小高比大高等1:3，所以说小高是一份，大高是不是应该是3份？嗯。那这儿是不是应该是2份？对。当这是2份，这是12，所以一份是不是6？一份是6，这是18。
高出来了，整个题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当然咱看一下详细的解题过程，因为始终有人说我写字太难看，他看不清楚，是吧？来看看解题过程，一比三，它也是出来的，小高比大高等于一比三，对吧？他说大高等于十二除以二乘以三等于十八厘米，跟咱算的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一样。接下来他说三角形 JDC 的面积底乘高除二，是不是得108？有没有听明白啥意思？听明白。这个题其实没什么难的，对吧？关键的地方是什么？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听见了吧？哎，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一个金字塔？当你发现这个相似的时候，这个题是不是就简单了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来看一下这个题，我想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啊？第一个，模型是成功经验的集锦，要善于发现模型，能听懂吗？就你发现模型了，它就有结论在里面，做题就快了，是吧？再一个是什么呀？就是金字塔模型两句话，相似比相等，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。懂这个题了吗？懂了。那关于这个题，咱就简单讲到这儿，好不好？好。